爱护台湾生态的朋友大家好，有些事现在不做，以后也不会做了。动员豆燕 Tundra Bean Goose 味燕鸭科又名短嘴豆燕，体长约65到90公分，展翅145到175公分，重量约3170到3940克。动员豆燕红膜暗棕色，嘴为黑色，脚位橘黄色，身体为深灰褐色。 嘴上的小块呈色斑最亮眼的特征，动员豆燕是台湾稀有冬候鸟，繁殖于欧亚大陆北极圈动员带的湖泊、河流等水域，喜于农田和湿地度冬。动员豆燕与寒林豆燕在野外并不容易明确地区分，但动员豆燕的通常嘴较短较粗，寒林豆燕的嘴较长，角度较平缓。动员豆燕在台湾为稀有的冬候鸟，观赏与拍摄野生动物时，应保持适当距离。 心存善念，说好话，做好事，坚持观察生态多样性的初衷，不要捕抓，不要追逐，不要破坏，不要惊吓，不要引诱，才是正确的态度和行为。今日鸟类，明日人类。布莱克独木舟生态研究中心2023年8月28日感恩。